这里是公司啊。可是已经下班了呀。现在下班了。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，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啊？万里无云。这样，再过三天周六呢，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，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。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，下个月的这个时候，咱们来举办我们的婚礼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婚礼你应该喜欢中式吧？我也喜欢。对了，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？一个月的时间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。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？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。你在骗我是不是？你就知道欺负我，我走了。我道歉还不行吗？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我现在就回法国。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，我就回去。我不要夹在你和夏总监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。要是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嗯？跟你说，你别来这一套。我刚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。这是公司形象吧？万一被别人看到，看到了又怎么样了？我怎么这么霸道？走吧。带你去吃个饭，看你怎么表现吧。哼，看我怎么表现。你都不想嫁给我，吃什么饭啊？我饿了。你都那么胖了还吃啊？